各位叔伯兄弟姊妹，讲明俾你听啊！我哋呢啲咧就叫做临记，因为咧要啊，我哋嘅主席亦都系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佢一阵就会向大家发表佢嘅演说，同埋同大家交代啊好多政府嘅政策。做乜嘢嘢我哋要佢最阿尾讲咧？因为佢好嘢喎，佢好靓声嘅。咁啊呢啲咧，我哋啲冇咩得嘅，行先，一样样我做大戏啊！出就出先，企就企一边，死就死先，阿尾嘅主角正出场嘅。希望各位叔伯兄弟姊妹，大家俾多少耐心，等下全马出名嘅演讲者，亦都系我哋霹雳州嘅主席倪可敏，相信都唔使我介绍噶啦。叔伯兄弟姊妹，最近你哋应该好多听到好多嘢啦。火箭党而家嘅火箭党唔同喎，阉割式开噶咯喎。以前咧就乜都敢讲，而家乜都唔敢讲，系咪啊？有听到冇？冇我唔讲咯。即系呢个课题咧系好重要嘅。以前乜都敢讲，而家乜都唔敢讲。当然啦，以前我哋讲开嘅嘢，嗰阵时系反对党嘛，我哋冇权执行嘛。而家唔同喎，而家做喺政府喎，可以執行喎，仲講 short 嘅，我話你，而家再講就即係冇做工，而家係做唔講，要做。各位叔伯兄弟姊妹，你睇到火箭黨嘅領袖有做冇？有唔有？有啊，大聲啲！啊，而家我哋係做。唔爱讲，骂话民政咧，呢一班咁嘅牛鬼蛇神，老老实实讲，我都唔识佢哋嘅，因为小弟老啦，我系1978年啊参加行动党，我嚟瓜拉光新村，我哋有个支部嗰阵，各位叔伯兄弟，如果有我咁嘅年纪嘅人，系瓜拉光嘅人。可能你会记得一个人叫做潘苏哈，记得冇？记得冇？潘苏哈就系我哋以前80年代行动党入边就系靠晒佢成个 office， 佢一个人揸 fit， 薪水少少，做嘢多多。咁到阿尾咧，真系顶唔得顺啦，到90年代嗰阵。就出咗美國跳飛機，冇辦法揾唔到食，嗰只就係我哋瓜拉更新村嘅英雄，到今日仲係行動黨嘅人。佢有翻翻嚟怡寶，曾經有成10年啦，我有同佢食過飯，佢仲係行動黨嘅人，冇變到，因為揾食揾唔到嗰陣時，冇辦法跳咗去美國。各位。兄弟姊妹，行动党如果是没有做，我们这个政府啊，昌明政府啊，我们的国语就说马丹尼，你埋单的，埋单你，埋单你政府，你埋单的。叔伯兄弟姊妹，昨天你看到啦，今天报纸看到啦，所有公務人員起身，從來未起過咁大嘅，將會起到15%，有啲甚至起到40几%，因為太低開，幾40%都係唔夠。高層嘅咧就起低啲，7%，而且要到2026年分開嚟起。呢啲係咪有做到嘢咧？未試過㗎，
國陣政府做你未試過，你 short 嘅咩？魏天鳳，公務人員起身關我哋屁事咩？我哋都唔係公務人員，係唔係啊？唔係啊，叔伯兄弟姐妹，公務人員薪食薪水起，即係佢揾。飲糖水又好，飲涼水又好，飲個 B 又好，都係飲多兩杯啦。又開多啲錢，購買嘅能力起咗，生意做多啲。雖然唔係政府直接加薪俾我哋，加薪俾政府人員，政府人員使錢，咪即係搞到我哋嘅生意都起咯。啱唔啱啊？啱冇啊？叔伯兄弟姊妹，俾下反應啊！唔係我都冇咩興趣再講啦。馬華民政呢班友仔，佢哋係搏嘅啫。不過我俾多少啊建議佢哋啊。馬華嘅黨員，唔該咧，俾心機落翻你馬華黨入邊嘅。財政報告，因為咧，馬華咧就喺長下要執笠噶啦，但係執笠開之後咧冇問題噶，因為馬華響國陣個時代啊，由李三春、陳群川以前嗰啲所響我哋人民身上刮到嘅咧，變開黨產啊！不是家產，不是含家產，是黨產。黨產就是馬華控制的公司啊，馬華那些很多收入那些。當馬華解散，每一個黨員都有薪加分。所以呢，不要鬧行動黨，俾心機看看你馬華入面，繼續搞最好呢，就明年講。開馬華的黨員大會，提出解散馬華，然後呢將身家全部分曬佢，個個都有份。馬華黨員不是我哋，馬華黨員有份。叔伯兄弟姊妹，你如果有睇下新聞嘅，便靚馬會，你睇到啊，便靚馬會個地啊，跑馬場啊，個地賣曬，馬會嘅會員全部都分到錢。同一樣100萬啊！我的同志同我講，每一個人分100萬，所以馬華黨員啦，而家你發達，你翻去同你嘅黨嘅領袖講，解散馬華，分曬黨產，你都大把錢。做咩佢咁多錢呢？因為以前佢哋殺到就自己代，民脂民膏係咁樣刮。刮到我哋嘅潘蘇哈都要去美國跳飛機，潘蘇哈跳飛機咧就因為係咁樣刮到佢跳飛機，但係唔係淨潘蘇哈啫，潘蘇哈就一個榜樣啫，其他仲有好多跳飛機嘅，我都有啲親戚跳飛機到而家都唔敢翻嚟，喺美國，叔伯兄弟姐妹。現在行動黨做開政府，同人哋合股做政府，都唔係自己一個人做政府，唔係淨係行動黨做政府。行動黨同 BKR 就即係南岸黨，同埋呢個阿乜薩呢個冇乜薩夫嘅黨，啊阿曼拉黨夾埋一齊，就成立叫做哈拉班，再夾埋股份。國陣即係馬華都有多少份嘅，夾埋沙巴沙拉瓦嘅，正話做政府。你估我哋做曬咩？做一個公司啊，大家夾住嚟做，大家股東，你邊處去做曬你嘅嘢咧？係咪大家都要傾下咧？但係而家就因為我哋嘅領袖啊叻啊！你哋好彩啊，因為而家呢一群咧行動黨嘅領袖啊，
陆兆福一直到我嚟 click 州呢个倪可敏精过鬼啊，所以咧就叻，所以有呢个公务人员嘅起薪，起开佢嘅薪水，话净系起薪水咁简单啊？唔系啊，有条件噶，个条件就系、是、起开薪水要俾心机做工啊。如果是由五三五四，又由飲茶多過做工，坐低睇報紙多過接我哋人民嘅投訴，唔得啊！呢啲咁嘅公務人員冇得加薪啊，仲有唔可以升級啊！如果係佢嘅老細，即係一個部門嘅長嘅，長住個部門嘅頭，如果佢下邊嗰啲公務人員冇咁樣做工，貪污。食水，佢嘅阿头冇得升级噶。食水就要报，阿头要报要捉，咁嘅条件啊，你应该睇到报纸啊。阿倪可敏又讲俾你听啦，呢、這个重要咯，最重要就系呢、這个。第二重要咧就系佢加开薪可以做多啲生意，最重要就系公务人员俾我哋嘅服务。的水準水平一定要高，不要去報馬達，馬達不睬你，打行李堂車，或者問阿墮浪，這些沒有了，有這樣的事發生，報，去警察局報的頭，個頭就要採取行動，頭不採取行動，可能會掉去掌水堂，想升級啊。冇得升，因為呢個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嘅政策。咁呢個國家政策係點樣形成嘅咧？就係、是、股東開會咯，行動黨嘅領袖，同埋 BKR 嗰啲領袖啊，同埋我哋嘅股東開會，要咁樣咁樣樣嚟做，咁啊啱曬啦。唔係好似馬華講，以前有講，而家冇講。叔伯兄弟姊妹，講到馬華就激心咯。以前交通部長佢哋做噶嘛，啱冇？做咗幾十年，佢哋做咗幾十年噶咯喎，馬華。交通部長而家你陸兆福，你睇尋日前日嘅報紙，一架呢同中國講喂，賣多62趟火車嚟。嘿，我哋哥伦坡快啲，2个钟点搞掂？唔好咁样塞车。30年还你，有得倾噶嘛？30年后唔系你同我还，我个仔女还，哈哈，我哋坐火车。叔伯兄弟姐妹，呢啲咧就行动党有做，唔好讲冇做，唔好讲净系识讲。而家应该做，我哋冇讲，佢哋就好似嘈，不过我都唔怪佢。因為我看到呢班馬華啲後生仔未見過世面嘅，唔知道呢個世界係點嘅，但係想呢事咧嘈下嘈下咁樣，搏揾翻個官嚟做嘅啫。作為兄弟姊妹，呢、這個就重要。第二件事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是、東海岸，尤其丁家路。其實我睇到丁家路咧。我都好失望，因為丁家路呢個州務大臣，聽講佢嘅學歷咧係好深嘅，好中庸嘅。聽講係咁，我如果咁樣樣咧，回教黨可能又夠啦。但係點知你睇報紙就係、是，因為我哋7月14日啊，遇難節。佛教就講遇難節啦，普通道教嘅人咧，我哋講就係要做中元節。中元節啊，拜啲好兄弟嘛，做翻啲戲俾好兄弟睇下嘛。呢個民間嘅文化嚟噶嘛，民間嘅習俗嚟噶嘛。咁啊，有時上下台唱下歌，男男女女都可以唱噶嘛。佢哋就講唔得，大哥啊！天阿公做人类，
有分男人女人，是天阿公给我们的嘛，大家一样的，男人上得台，女人亦都上得台。但是他说不得，哈哈，不得，做什么不得啊？哇，我眼睇到唔掂啊！佢话你唔掂啫嘛，唔系个女人唔掂啊！阿叔伯兄弟姊妹边有咁衰样嘅咧？读开咁多书嘅人，咁高嘅高深教育嘅人，讲嘅说话，讲系呢啲唔准跳舞啊，男男女女啊，讲埋呢啲无关重要嘅嘢，点样样带我哋国家咧？而家呢个世界，你睇中国呢个世界，我哋讲嘅咩？我哋讲嘅数码经济，我哋讲嘅人工嘅智慧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我哋讲呢啲咁样噶嘛？呢个进步嘛？而家中国你仲系谂住攞手机嚟讲话？以前啊，如果你斗记攞住个手机食饭嗰阵时咁样讲，你闹到佢啊，呸！唔可以咁样食饭，唔可以用呢手机，唔可以。叔伯兄弟姊妹，世界变啊，唔可以好似旧摆咁样噶啦。而家你冇手机，去哥伦坡有时都买唔到嘢食啊。去到嗰啲而家所谓嘅咖啡啊，所谓个 B 店啊，又要攞手机 QR code 嚟 order 啊。你冇 QR code 唔识，搵唔到食。去到中国仲衰，如果你冇咁样 QR 扫下，俾唔到咧，冇得食。而家手机变得咁样样啊，同以前唔同。你冇呢个回教党同埋个青蓝嘅咩白沙都讲埋呢啲好似石器时代嗰阵时啊，冇文化嗰阵时啊，嗰啲人仲喺山窿入边住嗰阵时，讲埋嗰啲咁嘅说话。国家点样进步？人哋中国已经搞到话，哇！哎呀，你睇中国嘅发展，人哋唔讲呢啲嘅进步，但系我哋讲呢啲。妈话点啊？仲系讲翻几十年前嘅事。叔伯兄弟唔同开啦，要改，要先进。我哋要先进，我哋唔能够有咁嘅政党啊！嚟带领我哋嘅唔可以开噶啦，所以叔伯兄弟姊妹，如果系你唔爱咁嘅政党，做我哋以后嘅政府，我哋应该点做咧？你哋可唔可以做咧？嗱，我相信各位都有读过呢句话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听过没啊？听过没？哎呀，各位叔伯兄弟姊妹，如果有听过，听过啦；冇听过，我解释啦。有冇啊？有咧，即系讲国家进步、退步。我哋身为马来西亚公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责任。你嘅责任系点？你的责任呢，就要确保以后下一届这个穆希丁那种烂臭党和那个青色的党，不信得过的党，不能够带领我们国家，不能够做政府。这样要他们不做政府，你们爱不爱落力啊？你们爱出力的啦。怎样出力？同你哋嗰啲叔伯兄弟、你嘅朋友、全马嘅，你识嘅，讲俾佢哋听，俾安华带领呢个你埋单，你埋单嘅政府，麦丹尼，啊，呢个政府，你哋要守住佢，你哋要一定有咁嘅责任嚟守住，唔好俾佢爆，就要你哋嘅工作。只是行动党不得的，我得四十几席的，只是靠行动党的人，好像一个扣，好像倪可敏去讲啊，全马这么大，讲得那么长，要你们，要人民。记住以前我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我老师教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系咁先。多谢各位，有机会咧就去打牙教，冇机会咧我哋说天堂见，拜拜。